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你想在温哥华附近找一座私人岛屿，那么 Pym Island 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天堂。Pym Island 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迷人的海湾群岛，从温哥华岛的独木舟湾码头乘船只需十分钟即可到达。这座岛屿占地超过6英亩，拥有超过2700英尺的海岸线，可欣赏周围岛屿、贝克山和奥林匹克山脉的壮观景色。该地区气候温和，渔场丰富，在岛屿周围的原始水域中有充足的机会捕捉各种鱼类。岛上的主屋富丽堂皇，建于1980年，采用大量天然材料建造，包括雪松屋顶和框架、橡木和大理石地板、石材和木材的壁炉，以及优雅的石刻玻璃窗。这座四卧四浴的豪华住宅拥有许多令人惊叹的特色，包括带书房和套间的主卧室、带热水浴缸的大型室内泳池房、正式和非正式的餐厅、带酒吧和拱形天花板的大客厅、图书馆、玻璃天花板中庭、专业厨房、带柴火烤箱的户外露台、游戏室、独立的看护套房，以及俯瞰岛屿海景的经典寡妇步道。围绕主屋的是修剪整齐的场地，宁静的草地上点缀着盖瑞橡树、冷杉、雪松和杨梅。西海岸风格的小径在古典灯柱的照耀下蜿蜒前行，宽敞到足以供高尔夫球车和四轮摩托车通行。这些小径连接着完全照明的室外网球场和5个独立的小屋，每个小屋都非常适合客人和大家庭居住。每个小屋设有一间或两间卧室、厨房和客厅，配备卫星天线和 WiFi， 还有可以俯瞰大海或岛上池塘的露台和阳台。Pym Island 与 BC 水电电网和温哥华岛的备用水源全面连接。岛上基础设施完备，包括备用柴油发电机、两个大型淡水储罐、全岛消防站，以及用于工具、车辆和柴火的附属建筑。物业还包括一座船屋、码头、深水计泊处和两艘船、32英尺长的渔船和18英尺长的快艇。该岛所处的南海湾群岛以其地中海气候、农场、酿酒厂、苹果酒厂和手工艺社区而闻名。海湾群岛国家公园保护区拥有丰富的生态多样性，是秃鹰、海带床、珊瑚礁和虎鲸群等多种动植物的家园。这里自然美景壮观，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户外文化体验的绝佳去处，包括在众多岛屿间划船、徒步和露营等。Pym Island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是划船垂钓爱好者和私人岛屿投资者的首选目的地。该岛目前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700万加币，约合500多万美金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